PS 欢乐 DNA，大家好，我是丰田。今天呢，我要介绍的是介绍游戏之前，我要介绍一个这个，噔噔，大妖。这个游戏最好不是游戏，这个大妖呢是 Nikon 跟法国电竞选手 Kayane 合作推出的大妖，叫呆甲，中文叫做大蛇。这个呢可以在PC 还有 PS3 还有 PS4 上可以玩，然后这个呢，看一下哦，按这边就可以打开，灯，然后这边有个杆头，可以换，就可以换自己喜欢的，这样子，看到吗？这个，看到里面吗？看得到吗？你看，这样子可以换，然后这个线。那些都有写，黄色是正方形啊，怎么样呢、啊？橘色是叉叉，那就这些都可以自己改造，自己换习惯的那个位置这样子。再来，还有里面有个哆来吧，看到吗？哆来吧，用这个这边打开，加加加就可以换成这个上面的表面的造型。可以换成自己喜欢的颜色，或是什么画画都可以，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酷的一个酷的大妖，好不好？Nikon Kayane 合作的一个大妖，这很酷诶。好，接下来呢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有今年的电玩展里面，我们有派出那个叶子去访问做这个的 Kayane。访问他，然后并现场用这款大妖跟 Kayane 对决，赶快看看吧，他是职业选手哎，看一下。好，那刚刚我们介绍了这个大妖叫 Dager 大蛇之外呢，今天我们还要玩上月底上市的格斗游戏叫《铁拳七终极版》。那终极版跟铁拳七一般的差别在哪里？就是差别在。多收录了一二季季票的内容，还有还可以在游戏中更换太古达人的服装及特效等等，还有很多有些东西是可以做的。牛吸血鬼 Eliza 可以使用。哦，那我们接下来用这个带着来玩玩看铁拳七好不好？来看一下画面。那现在就先跟电脑打，好，啊这边是还没解锁的，那我就用它，黑哈基，怎么办？我很少用这个几乎没有用过。Round one, fight. 先退。起来，起来。哦，哎呦！哦，是不是我很强啊？这么轻松的就赢了，哎呦！哇！啊，又是这一招！好，下一场吗？是不是我很强啊？还是电脑太弱？Come over here. Let me talk to you real close. 美女。Round one. Fight. 很轻松怎么办？我很强。
哎呀！哦，差一点。来，下一场。 等一下，叶子会来，对不对？那我就跟他 PK， 先暖身。哎，不对，哎，来，啊，下，有，很痛吧？ 大绝招怎么放呢？乱按就可以吗？就是这招。 二万二，这个按这个就可以。啊，少一点的时候，变少的时候，那就接下来我试着先被打，然后再用大绝招。Round one, fight. 哎，先被打，我想要放大绝招，攻击啊，来啊！他好像变态，好像一个变态的我就上。 大绝招，可以！叶子来了，耶！你来了，要不要跟我 PK？ 对，我就是来挑战你的，可你有偷练。我跟你暖身了，你都跟职业选手打了，没有。这个要怎么回去那个？ 圈圈，好，这个，这已经接好了吗？Offline 的这个第三个，这个很难哎。按，有了，按哪里？后面这，右边这颗，右边这个，好。 哦，角度好多哦！我想要熊熊，<笑>那我就换打。好，两只熊的对决，是一个很荒谬的。我觉得还有前后的，好像，它是三 D 的。我偷看一下你的操作。 我其实已经忘了哪一个是哪一个了。这样，这样。玉游玩 VR， 哦，它其实还可以，就是带 VR 玩诶。哦，真的、啊？对对对，就会变到在游戏里的感觉。哇哦！
好可爱啊！你看看这样子还觉得可爱吗？很可爱、啊，很恐怖哎、欸！哦，想起来了，然后上段下段，哦，你好像很会啊！哇，一下痛脚，很痛哦！嘿，哎，请你下段，哦。好险！如果你刚刚用直接用了大绝招，我一定死定了。大绝招，大绝招怎么按？阿万就可以放。阿万，好，知道了。你的血变少的时候，哎呦，啊，我大绝招来！哎，哇，他是排球哎。啊！快跑！等一下，不要不要不要！大绝招！啊！输了！哎、欸，鱼！哇！那是半球的。Final round. Fight. 哎呀！好痛！哎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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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喂啊！等一下，爸啊！哎，抓屁股输了，不然再来一场。我们换角色，好啊。回倒数第二个，再下面对。好，我就换一下。我来看还有什么。哎呦，这好像很帅哦！Gigas， 他好 ，Low， 翻后起身，远离人。你选机器人？对，我喜欢长得很奇怪的角色。你都不选人呢、欸？对，我喜欢长得不是人的，很帅、欸。哇，看起来好恐怖。哦。哎呦！哇 ！Round one。哇 ！Fight！ 啊！哎！哎、欸，怎么那么强啊！我咚咚咚咚咚！嗯，那还是……哎、欸，哇！逆转，好痛！哇塞！哎、欸，同时，哇，你好帅耶！哎呀！啊！啊！喂！大绝招！我好像有挡住。啊！真的假的？啊！再一次吗？好。他招式的都很帅哎。对啊。打起来很有那种碰碰碰的感觉。看一看。都没有选到女生，我要选女生。Lily。哇，这个看起来好帅啊！我选奇怪的。真的好帅啊！他这么多非人类角色，但角色越来越多的感觉。
翻后，他其实有些招式哎，那哎星星包什么东西？的星星的，不知道，找不到星星啊，不知道什么。鱿鱼。哦。哎呦。Round one. 哇。Fight. 叫什么？游戏密子。哎呦，好痛！好了，哎呦，还没吐东西。你的那个好恐怖哦，怎么吐血？吐东西啊！哎，哎，好像太远了。哎，可以耶。有啊，有痛。哎，挡住了。啊！反击！啊！等一下！啊！什么？太可怕了！哇！哎呀！啊！不行！哇！摔！有没有中？啊！死掉了！棒！耶！哦，好快哦！一局好棒！哎呦，好好玩哦！结束，结束了，先休息一下嘛。对，好，那我们休息一下一分钟，然后目前大家已经可以购买喽啊，这个已经有在卖了，所以可以购买。然后喜欢用大咬体验圈圈到肉打击感的玩家，千万不要错过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休息一分钟，马上回来。欢迎收看 PS 玩乐 DNA， We All Play。今天非常热闹，是今天很多人。除了一开始的丰田有跟大家玩游戏外，我们今天还有两位来宾，欢迎一凡跟玲玲。嗨，好急哦、喔，三个人，很热闹，好不好？在家里打电动的感觉。对，那可以请你们稍微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吗？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一凡，我是全天下最强的男人。哦，有魄力，有魄力。你吓到了，吓到你了。那我现在是也要吼一下吗？好，没有。大家好，我是玲玲，缺个神一般的队友吗？好厉害哦！好厉害，为什么完全是不一样的声音跑出来呢？对啊，好帅，好可爱。后面又跳出来两个来宾，嗨，另外两个声音。好，那今天呢，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这边玩游戏，两位是。配音员嘛，刚刚看那个就是你们的声音的表演就可以知道，完全的不一样。而且那声音一出来，就是一凡声音出来就很有震撼的感觉，就听得出来是专业的声音，有训练过，真的吃饱饭才来的。中介对，没有我吃饱的话，应该会更小声。应该没有办法。我吃饱就欢迎收看，还打嗝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等一下就一起玩游戏，然后可能再问你们一些关于配音的一些问题，再请教你们。好，那刚刚呢，丰田跟叶子有玩那个铁拳嘛？对对。啊，你们是用了这个，带甲，那个大摇，这个叫带甲，带甲大蛇。哦，大蛇，大蛇，带甲。我想说，我上面写大蛇，我不知道你的大家是什么东西。日文的。Oh, OK。那你以前有用过大型摇杆玩游戏吗？我说在外面的那种。哦，外面，对，电动场，自己没有。自己没有哦，所以这是在家里第一次用。第一次，对。那你觉得感觉怎么样？很酷哎，就有外面的感觉。对，比较专业的。真的，其实如果像我小时候都是在电动场打电动，就会觉得有一个这个在家很爽，会比较习惯。对，我很，而且摆在不用也爽。摆那边不用也爽，摆那边看觉得很开心。就一般大摇，就是好像只有。我们一般的既定印象就是有职业的那种 gamer， 就是在打电竞啊才会去买这种大摇。但其实我觉得现在玩游戏越来越多，然后尤其格斗游戏，我觉得一个有玩格斗游戏玩家都可以考虑买一把在家里面。因为它就是让你有一种电动场的感觉嘛。对。所以那些选手他会买这些，是因为他也很习惯那样子去玩游戏。对。可是如果很年轻的那个
玩家，他可能没有在那种场打过电动，他已经接触这些的话，那他用起来可能还不会那么习惯。他可能还是喜欢用手把。对，可能还会喜欢用手把。依照每个人自己的习惯。对啊，不过这种其实用起来一定有他的爽度在。嗯。对，而且摆一台在这个在腿上这样打就很爽。好，那刚刚还有一个影片是你跟卡亚内对战，那你感受的如何？哦，他真的是职业的玩家，没什么好说，就是被打爆。对，就只能这样子讲，就感受出来他什么接招啊，什么都很厉害，还会雀板什么，就我完全被打趴。对，就是真的会玩了，真的强就对了。真的会玩的。OK， 好，我们呢今天呢也有礼物要送观众，我们现在看一下问卷的字卡。只要到以下问卷位置回答问题，就有机会抽到好康礼。一样被抽到的观众，请帮我们留在聊天室，不要填完问卷就跑掉喽。问卷的连结在下面，还有 QR code， 帮我们扫一下。好，我们今天呢，马上呢要进入我们今天的游戏主题。今天要玩的就是《地球防卫军》枪林弹雨，是新的，就是应该说资料片嘛，所以它有加了新的东西进去。嗯，那我们之前在节目上已经玩过。这个游戏玩过一两次了，之前有跟新体一起玩过，然后呢，每一代啊，它都有那个亲切的中文配音，那、这就是为什么，就是今天有请两位配音大大来跟我们来讲分享一下。嗯，那你们在这个游戏里面啊，配到的是什么声音？一凡是这一版的枪林弹雨的话，我是有录那个终结者，就是玩家操作的。对对对，因为它有不同的男性的声音可以选择，有三个男性，那我是其中一个。哦，真的？对对对。那李宁呢？我是配它里面有一个专门串场的角色，有一个广播的女生叫立维，对，她常常跟大家打招呼。哦，那大家应该会对你的声音，如果选角没有选到一凡的声音的话，应该听比较听不到的话，可是过场的话，应该一定会听到你的声音。对对对，好像是没错。嗯 ，OK， 那你们想请你们就是稍微分享一下，就是平常工作的一些情形，比如说像游戏这样子的配音是蛮常会遇到的嘛，还是说这个对你们来讲也算不常？像我本身应该都有，就是。我比较多是以广告为主，广告配音为主。那游戏的话，这几年也蛮多的，所以广告游戏的配法都不太一样，所以其实各有各的乐趣在里面。那其实基本上就是配音工作，它因为也是一种表演，所以我觉得很有趣。对，工作是蛮有趣的。那会不会就是配游戏的时候就想说，多多了解这个游戏的角色，然后就有点把自己投入在那个故事情节里面的感觉？对，因为通常我们要录游戏之前，还是会稍微解释一下，说知道这个游戏在玩什么，然后角色大概什么个性，我们试着去融入那个角色，这样就比较能投入一点。那有时候会不会突然就是说，他们给你一个，你需要说的台词也好，这样子，可是他并没有跟你多解释说情绪啊，或者是他的背景啊，对，也是会，因为通常有时候我们是以翻译国外的游戏为主，所以可能有时候在时间上有一些压缩的情况下，那可能没办法，对，没办法知道太多讯息，那我们就可能会听他们原本的参考声音，可能是英文的或日文的，来去解读里面的情绪，然后瞬间抓到他们要什么感觉去贴上去这样。那因为我们之前有玩过《地球防卫军》，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它里面游戏中是有军歌的。对。那军歌那个桥段是先听原本的唱一次，然后你们自己再唱一次吗？对，就是原本他们有提供给我们一个卡拉带，然后我们就是大家先配音员都要先在家里练习一下，听过了，因为不能因为现场唱很难，因为配音员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唱歌，所以是这样子。对，像我就练了好几次。对啊，很用声音表演跟唱歌好像是两回事，对，就是那个要额外练习，而且还用那个声音去唱歌吧，就是那个角色的声音。对。唱歌部分像那时候我们两个林也有参加过唱歌这一段这样子，感觉是蛮比较这个算比较特别吧，就是还蛮有还要唱歌，对。那在配 EDF 就是地球防卫军这一个作品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生一些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？那时候要配的时候，其实去之前我不太知道要配的内容是什么，但是都是去到现场之后，就是声音导演会跟我们沟通，然后大概跟我们说这个游戏的内容是怎么样，要用什么样的情绪去配。那就是抱着一个很轻松的心情，就没想到里面有很多需要大吼大叫，然后对，就是小心或者什么出击什么很多。然后那时候我还想说，完了，我声音会不会就是录完就哑了？可是就录完以后出来，哇，身心舒畅，吼一吼，觉得有发泄的感觉，觉得哇，就是
发泄了很多压力，觉得哦太棒了。哦，那录的时候你们跟着动，带着动作吗？也会站着啊，下线出去，应该还是会有动作，还是要有动作，是一个表演，对对对，要这样力道才出得来。但是就是要尽量还是对着麦克风就好了，所以我们就是头不动，然后手脚乱动这样子，头粘在麦克风，只有手全已经打出去，大概就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对对对，对哈，因为。感觉有时候你不用力，你不做一些动作，有些声音感觉发，对，发不太出来，对对对，表演不到，不太到位的感觉，对对对。嗯，哎，我还蛮好奇，就是通常要训练多久才可以，就是配音这样子，踏上职业轨道？一般如果有，通常来说，可能因为刚开始出道的时候比较辛苦，是因为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声音，所以要比较久的时间去经营，所以大概通常。第一年、第二年会比较累一点，那加上收入也不是很稳定，那可能要通常大概三五年后会比较稳定下来吧。哦，对，所以现在这个工作是越来越，多，怎么讲？就是有应该说有作品之后，就对，慢慢被客户认识，有一些作品集之后再比较容易去出来。是是是，对。所以最难的部分是突破那个从零到一的地方吗？应该这样说，对，应该是这样。对，就是等待的那段时间，还要常常要去跟班啊，或者是要自己做很多功课。相接讲到这一段，突然音量变得很小，你不觉得吗？充满了哀伤的情绪，有个哀，悲，有点悲伤的情绪突然出来了。哀伤的情绪过来的。对，那我想知道说，因为我相信一定很多人对这个很有兴趣，或者是想尝试。那他们如果想进入这样子的领域的话，那他可以先做什么练习，或者是有什么，就是你们觉得以前辈的身份去觉得说，哎，如果当时有做这样的准备，或是有先做这样的练习会比较好的，有这样子的事情可以建给他们建议。其实我觉得最重要还是那个发音的部分。啊，对对，因为大家。可能平常在发音上面并没有特别的要求，那如果你想要走上职业这条路，其实你们也应该是需要，就是、我们还好，我需要，真的是还好。你特色，你是特色，很好啦，很好。对，可能平常多练习一些咬字发音的部分，然后真的，你讲话不能太懒惰。但我觉得我们还好吧。哦，我超懒惰的，所以我觉得我就是我们的，因为我们这个职业好像很无所谓。我们是做实况的时候，因为真的要讲很久，然后觉得很放松。对，自己在听的时候就是我讲什么啊，就不认识，自己也听不懂。对啊，可是你们那就不行了，就一定要讲清楚。因为基本上传达讯息是最基本的。对啊，不可能口齿不清，所以你觉得练习咬字？咬字是很重要，最基本的。那你们这个有花特别多时间吗？这个游戏就是我说咬，就是练习咬字吗？还是说从小就字正腔圆没什么问题？还是说在开始之前这一段其实你们觉得是花最多功夫的？其实基本功一直都是最重要的，它也最花时间了。对，所以像林原本的口条就蛮好的，我自己口条没那么标准，所以我有点像是要切换一个状态，就是可能录音的时候我会调整自己讲话的方式。那平常的时候就随便，会变有点像这样的情况，对。不过可以转换还蛮厉害的。对啊。像我想说，这次来好好的讲话好了，一讲话马上咬螺丝，因为你一转换马上就会反而讲错。我会变得卡卡的。对，原本如果你反射去讲的话，有一些可能还讲对。硬要去想说把它讲对的时候，搞不好就两个音会讲错。就会多想太多，反而就是会变得很怪。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直练，就是要一直练习，变成习惯。对，不二法门就是不断的练习一样。对，这个真的是蛮重要的。好，那这边呢，想请两位就是有办法记不记得，就是这个游戏里面有一些台词，或者是一些表演的部分。这个游戏，年龄已经，这个游戏吗？因为我们配音员其实常常都是看着稿子念，所以其实突然要生什么台词出来有点难度，是不是？然后出了录音室我们就已经对，出了录音室的时候刚配什么就是这样。这样是不错的，有种清空的感觉。每次出来呢都是重新，对，重新可以再填满许多的知识。对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有一个。有一段台词，对，有一段台词，有一段台词，好不好？可是这个呢，这个有点害羞，因为上面说要跟我们一起配音一段剧情，
对，所以我们谁也要，我们也要，是不是？这接着讲是不是？怎样？我们脚本上面写说，就是请两位专业的声音配音员教我们，就是主持人终结者的战斗反应声。哦，这个可以玩一下，对。战斗反应声。就是像我们玩家操作的那个终结者的角色，那他会有一些动作需要出声音，对，那我们可以试着做这样的动作来表演。哦，你说攻击的时候，或者是被打到的时候，对之类的那些反应声，原来是些声音呢。对，好，那就麻烦。好，那我们比如说，我们就试一下攻击的反应。那他，我们那时候在录的时候，他攻击会有分不同状态，对，就有可能轻的攻击、中间的攻击跟重攻击这样。哦，那我们就是三阶段这样录，可能就。这样子，我那个不同的力道，那個、很有，我好像真的，我好像真的被刀劈到了，对，可以试试看。哦，啊，我们，我吗？我看就是你了，听到有点害羞，好，没关系，又没有什么画面，想象一下你拿着终结者，终结者，对，想象一下拿着武器的终结者，拿什么武器？再给我一点画面。好，你比如说你现在拿的是一把蛮沉重的枪，好，双手才要抱着才拿得动的枪，然后你可以挥动它去砍。或者是开枪攻击之类的，报告举不起来，不行，我没办法想象我举起这么重的东西。没有啦，我不知道啊，很害羞哎，不用害羞，不用害羞，害羞什么啦 ？OK， 我害羞嘛，我也是害羞的。来啊，丰田，哎，丰田，你蛮会表演的哎。好，那你想象一下，你是赤手空拳的。赤手。对，就是你是用手，你的赤手怎么那么奇怪？用手，用手的啊，赤手哈。对，用手打的。来，挥拳攻击。再来呢，重一点，好，再用最大力气，哦，好害羞，好害羞，台上好丢脸哦，你不是要演舞台剧吗？丢脸，你觉得自己做的不好是不是？可是喊完很舒压，对，很舒压，原来是舒压的部分吗？很舒压，有时候要在工作中找到一点乐趣，对，像你们录完一些那样比较。大声那种会觉得说，哎、欸，好爽，可以吼一吼。对啊，平常在家也不能吼，吼一吼邻居又敲门。真的真的。面子条说，我明天早上还要上班，不要这么大声好不好？然后可以去录音室吼，还不错。对。好，那我们要来，配那个台词。好。可是他有好多角色哎，所以是我们要一人选一个吗？有，上面有线。有吗？哎、欸，你们都没有线。啊？丰田是四三，塔库玛，塔库玛，对，我是谁？你是这个，我是十一。哎，你只有一句塔库玛什么？我是 Michael Morris， 是这次的主角。Michael Morris 很多，所有的角色。对 ，Michael Morris 他是比较那种比较开心，比较算是欢乐的角色，他会讲一些垃圾话，就啊不配合，吊儿郎当的角色。对，塔库玛是很帅气的一个队长，好队长。那你是谁？队长。好，你是 Ashlyn。对 ，Ashlyn 是他算是一个情报官，不断从总部回报一些资讯给玩家，这样子。对，所以我是比较 happy 的角色，然后你是比较沉稳的角色，冷静的那种感觉。好，好，那哎，那要开始了吗？那我们就顺着脚本这样来吗？好，好。那你们是什么角色？其他的就是我那个 Brenda 是 Brenda 是我点零 OK。好，前面的 Cyrus 我来录哈。好，好。狂风队长呼叫美服，我们肉眼看见雷神小队，但是雷达上有侦测到生命迹象。对，你警报声都太专业了，很专业，很专业，这么硬啊！超专业，超专业。我配一下警报声，让我完整。OK OK。前方70公尺处有生命迹象，照体型来看，应该是一群人类。马萨卡，你不要胡编乱来，你记住啊！我这个小队员这么多国籍了，是不是？你不要逼我们吐槽你好不好？现在我感觉回到录音现场，因为我们那个录音是听日文的，好像真的，好像有原因，很好，但是我们听不懂。是失踪的雷神小队吗？那是什么？生命迹象来自那个侵略者。什么？看来雷神小队被那个侵略者挟持了。去救援雷神小队！你的队长很热情。那些侵略者为什么要绑架人类？我猜不只是拿来当肉盾，是要把人类吃掉吗？麦克，布兰达，闭上嘴巴，保持专注。
我们不能开枪，我们的伙伴在里面。散开，然后瞄准他的头跟脚，阻止他前进。哎，雷神小队没事吧？现在还侦测得到生命迹象，其他的就不晓得了。是生是死，无论如何都要回收皮埃装甲。皮埃装甲的制造费用太高了。是，长官。可是侵略者绑架人类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？哎，果然是职业。哎，你的好激动哦！好激动的队长，你很投入哎，真的很激动哎，很好。我们有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的地方？有没有什么可以请教一下？对啊，还不错。我觉得其实情绪都还蛮投入的，还蛮有临场感的。尤其是队长非常的热情，带领大家。情绪可以耶。哎，不是，如果丰田整都是日文的话，应该没有，全部都没有问题。对啊，如果用日文就比较更好，会变更帅气的那种。哎呦，那你要不要用日文来配里面其中一？没办法，台语没有那么好。台湾国语可以。台湾国语很难呢，而且他刚跟我说那个。是 Michael Morris 是一个比较吊儿郎当的角色，可是这段剧情超沉重的，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吊儿郎当。上面开始什么？哎、欸，想说哎、欸，怎么大家都很沉重的样子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哎、欸，不过还蛮有趣的。嗯，对，这个很好玩的。对，可是那时候在配 Michael Morris 这句什么，他就是那个配音员，就是的确用比较他那个个性高亢的那種。对他虽然说他回报说来自侵略，他说什么？他就这样，哦、就是有点什么？哎、欸、哇，怎么了？就是很夸张的情绪这样，傻傻就是有点这样感觉。哦，那。其实，真的要配的话，不能就是，也不能说就是，哎、欸，拿到然后就直接这样配。基本上，因为从头到尾都要配这个角色嘛，所以他的喜怒哀乐你都应该要有一个他的那个模式出来。对对，会。然后才就这个剧本上的状况去配。对，因为其实越配越多，随着剧情下去，可能配员也会越了解这个角色他们的一些情感变化，还有心境上的变化。对，那你们那个如果去了才知道，那不是都要超快就要必须要抓到感觉才行？对，所以他有点像是。我觉得配音有点像是半即兴的演出吧，就是虽然我们有稿子可以准备，有配 NG， 可是但是现场上，因为我们是现场到了才了解这些故事剧情，所以必须要很快能够抓到一些东西，让我们去呈现出来。嗯，对，那当我们现场就会需要很清楚的跟配音员沟通，然后在过程中也跟他讲说，这段剧情在演什么，那你为什么会这样讲话之类的，让他们清楚知道，他们就可以去表演出来的。也对啦，也不可能说大家发一发，然后你们自己找个先全部聚在一起先练习一下，也不会嘛。嗯、都是到现场之后才会，就是有点即兴的去把情感跟表演表达出来。这是真的很难的地方哎，真的很难，而且尤其是有一些情境，可能是你要哭啊、哭腔啊，或者是再更复杂一点愤怒啊，对对对，是需要酝酿一下。如果我一去那个配音的地方，然后遇到丰田，然后他这么大声，我直接笑出来。什么？这个角这个卡库玛原来有这么激动的吗？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哎，你觉得那个人的那个？比如说你的在跟你对话的这个配音的人的这个角色，你有时候会觉得说，哎、欸，他跟你想象中原本应该出的声音是不太一样，会这样子也会有。对，那时候我们可能现场就要大家可以做个讨论，包括客户也会在现场，大家会觉得说，大家对于这个角色的设定是什么？那配音员有自己的创意，我们可以让他试试看说，哎、欸，到底哪一边比较好玩，我们就往那边去发展。说丰田，你可以再更激动一点，好，然后就更大声，这样子跟演戏一样的，真的。对，其实就是表演的，跟舞台剧应该比较类似。有时候排一排，然后就会觉得说，哎、欸，这边觉得可以再弄什么东西，或者可以再加强什么。这个最难的就是因为只听到声音，所以要。更明确的表现那个对对对对对对情绪跟当下的情境，因为如果是真的演戏的话，你还会有肢体，对，还有表情，对，表情都可以看到。可是声音的话就蛮困难，哦，好厉害，声音表演很有趣。因为这个也是我的这个弱项，比如说我在拍什么录什么东西的时候，好像都跟永远都是没睡饱、没吃饱、没精神。我啦，像我节目这样开始录一录，然后回去都会收到留言说你今天看起来心情不好。我觉得不是你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吗？我觉得那不是你的问题。你是不是生病了？看起来吧，我说没有，我精神最好，大概就是。我觉得很多观众会这样跟我讲啊，还是其实我跟你的毛病是一样的。对，我们都没睡饱。丰田会吗？我也会啊，我也有时候更嗨，或是更比较稳稳的。那你现在比较正常吧？有高有低啊。对啊，应该可是就以表演来讲，应该要可以上下限应该要很高，对不对？就是你真的可以很激昂、很亢奋，可是你也可以很……那你今天试着很嗨的、嗨的主持，很嗨的
好，还是很有精神。用完了，我的 energy 用完了，好就结束了，能量突然没了。好，两位呢有还是有很多的作品嘛？是，有没有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比较辛苦的地方？就是可能讲到会想哭的，不用真的哭吧，没有，就是这各行各业都会有辛苦的地方嘛。那配音员一定也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，是，比如说你们下的努力啊，或者是工作中会遇到的事情，可以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。我觉得辛苦的地方就是不能感冒，就是你只要一感冒，对，声音变了，对，尤其是不联系，真的，声音不联系，只要喉咙一开始痛，你就会想说完蛋了。一切都毁了、对，所以很多我知道有些前辈为了要完成他现在在做的工作，没办法就只好去医院先打针、对，让自己的声音恢复，对、所以我觉得这是在做这个工作蛮辛苦的地方，靠声音吃饭嘛、对，就要保护好，还要维持他的状态，对，所以像有时候在公众场合啊，然后听到旁边有人在咳嗽或是打喷嚏，我都会闪超远的、一秒就闪开。一咳嗽直接推倒，推倒，咳什么？捷运门打开直接把他推倒。你在这边下车，你不要跟我这样，超凶。那你们就是会一定会为了自己的喉咙，比如说会有什么东西不太吃，或者是辣的不行，辣的会吃吗？还是还好？最喜欢吃辣的，一脸最喜欢吃辣的样子，照吃。但如果隔天有工作的话，前一天晚上尽量不要吃，我油炸克制一点，对，油炸的也不行，就是对喉咙可能会影响，对，尽量不要让它受伤。那可以偷问一下，你们配过最一天配最长的时间大概是多久吗？就持续有可能？我之前配过一个语音，就是类似像那种 Siri 那种智能的语音，然后它那个就是必须要不断的用一样的声调、一样的厚度去讲出每一个词，然后那一次大概一天配4个小时，就快要没有声音了，因为你就是一直要用对一样的程度，对讲每一句话，所以大概配4个小时我就不行了。这边的肌肉应该都已经。累，下巴会合不起来。对，真的累。对耶，而且刚好是没有抑扬顿挫那种，你就只能一直用同一个地方用力的感觉。对对对。其实像这款游戏也是，就是属于对配音员来说都是属于那种比较轰炸型的，就大家配完之后会说下次不要再找我，拜托。有人就说好累好累这样子。那不如我们现在现场来一段军歌好了。开始唱歌。我们还记得吗？很热血，我们还记得吗？好多有，我们可以唱。你们还记得音调？我们还记得，有真的。对，因为那时候练到睡觉都会梦到军歌，比真的军歌背的还熟，真的。那我们就选个，是全部哦。它就是同样的旋律，但是有不同的那个台词。哦，那我们应该选一个。全部都唱完。其实台词很有趣。好多好多，超多的啦。好多。好。所以那时候录音的时候，我们把军歌跟台词是分开录的，因为通常唱完歌之后，大家也都虚脱了。你们会不会觉得现在突然要唱这军歌有点怪怪的？有点回到以前的，回到当时，回到当时的场景。会不会清唱吧？有伴乐，有伴奏吗？有。我们是勇敢的步兵队，大步向前，有满腔热血的敢死队。大家一起啦，用力嘶吼，别害怕上战场啊，向前冲！好像这个，先这样，现场也唱，你们还真的记得哎，真的好厉害哦！而且这不是很好唱的军歌啊，对啊，这不是中间认老舍，也不是老舍，比较快，真的很难唱，真的很快耶！这个，我觉得我们应该也不用了吧。是不是？我都已经准备好了。你已经准备好了，是不是？我想说他们唱一句，然后我们跟着唱。好，这样子，我们就学两句就好了。对，我们就学两句就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前面两句。先试试看，再决定要不要学第二句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先唱一遍吧。你要数一二三吗？一二三。我们是勇敢的步兵队。大步向前，有满腔热血的敢死队。我们是勇敢的步兵队，
大步向前又慢慢前行。好，打败仗啦！你为什么？你唱啊！关紧闭，关紧闭。不是，你根本没有开口。我真的开不了口。我真的开不了口。我想说等音乐出来，然后你就直接开始啊！我就。哦，是这样吗？对啊。当兵不是就是一句，然后。就是接当兵会有，当兵会有班长先唱，好不好？哦，会有班长。然后一二一二之后才开始唱，好不好？没有，因为这一趴我们时间只到25分，哦，好不好？是我不唱，好好好。你可以走。他就是要你唱啊，没关系，我们时间很多啊，六趟不唱我们就不下班啊。好了，再玩是不是？来来来，我今天就睡，我今天就睡这边。好啦，我们是那个勇敢的敢死队。好，我吗？只有我吗？嗯。好了，丰田陪你唱。噔噔噔 ，Go！ 我们是勇敢的步兵队，大步向前，勇敢强韧的战士队。你怎么这么厉害？听一次就会了。天分有。我们是勇敢的步兵队，我们是勇敢的步兵队，我们是勇敢的步兵队。可以用肢体记。我们是勇敢的步兵队。大步向前又慢，满腔热血的敢死队。大步向前又满腔热血的敢死队。对了，成功。哦，好，再一次。Go！ 我们是勇敢的步兵队，大步向前又满腔热血的敢死队。哎哎哎！谢谢，可以了没？怎么这集这么难赚？有吗？有在唱吗？有啦！哎，丰田教官要生气喽！教官，不好意思，我平常我说过我那个很 flat， 好吗？包含我唱歌也是很 flat， 整个都是平的。好，刚刚就是请一凡跟李宁跟我们分享，就是关于配音的工作，还有跟《地球防卫军》里面的台词啊，还有军歌也唱了一点点。是的，我只能唱一点点，不好意思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呢，会先进一个广告休息一下，然后等一下广告回来呢，我们就一起来玩一下这个游戏。好，好，我们先进广告休息5分钟。好的，欢迎回来。刚刚上一趴呢，一直都在聊游戏，但是没有玩到游戏。对，这一趴要来玩游戏了。哦，就是我们的《地球防卫军》的最新的枪林弹雨。对，那没有，顺便可以让大家听一看，就是我们到底中文配音实际在游戏中的展现如何？对对对对，因为这个游戏特色就是很多虫子。还有中文配音，那这次还有一个新的特点，就是血盟反抗军，就是新增加的人类的反叛势力，他会夺取玩家杀死虫子后的宝石，哦，就有点趁火打劫的感觉，就我们在那边防卫地球，然后你还偷干我们东西，对，还真讨厌，世界末日就这样，还真的蛮讨厌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游戏画面吧。好的，这是对我的画面了，是。这次啊，以前是都固定的那个外观，那这次呢，我们可以选性别跟外观。哦，这次外观有可以捏了很多，对，可以捏了，可以去做搭配。我们来偷看一下好了。所以谁要玩？三个人吗？对，三个人都可以玩。你们也可以拿一个，反正死的都换好。好了。我们现在看一下有哪些服装。这个角色，我想先暂停一下。这个角色到底是谁捏的？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？我真的看不太出来。金刚芭比。男生呢？他的上围也蛮那个。他胸肌。哇，这女生这样就可以了。哦耶，这个我喜欢。不是啊。哎，所以我们这边声音就可以听到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有吗？我看语音测试。哦，对对对，有。哦，所以这种就是那种你说的那种攻击的音效，被打到之类的那种。对不起，谢谢你。哎，那是你的吗？对不起，是我的声音，对。我死了，刚应该挂了吧？对，喊得超惨的。所以这次可以制定的东西其实蛮多，你们还特别选了一个最壮的，全部都要男扮女装，然后。头发那些也可以换，头发都可以换。服装，旁边在看那个画面，看着不亦乐乎。其实蛮多的啦，所以哎，你可以，你有那个帽子可以捏一个你耶。又怎样？又干嘛？好，反正这个呢，如果大家在创角的话，应该都可以去玩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我们三台连线。好。
这个游戏其实它最多可以六人一起连线，很多哎、欸，六个人一起，六个朋友一起打虫子，好不好？嗯。那我们现在要来进入战役体验一下，我们要玩那个战役零二，好，沉默的灾难。OK。那这一次有四大装甲可以选，就有步兵、喷射飞行、重装兵，还有猎型，就是他们每个不一样的装甲有不一样的特殊能力，这样子。所以像现在画面看到嘛，像我就是我的是猎型装甲，嗯，然后猎型装甲还有步兵装甲，好，那就直接开始了。其实等一下不同的关卡的话，也可以去换不同的装甲玩看看，嗯，它有那种走很慢的，也有比较快的，嗯，嗯，您说这个比之前的再难？我觉得这游戏蛮难的，嗯，对，有它的难度在，不是那种。随便按一按就可以过关的，画面很精致。对啊，对，又有一种舒压感。嗯，对，因为虫子很多，其实还蛮刺激，看到虫子、嗯、然后冲过来。听说有巨大蟑螂那一类的、啊，不太舒服。天哪、啊！今年疯掉，来一些外星虫子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对，好漂亮哎！哇，有。我的裙子翻起来了啦，我走光了啦。啊，我的是可以瞄准的，好酷哦！哦，你有狙击，起飞！哎，可以飞哦，飞过去。左边，我不能飞。红红的是什么？啊，按一下，我的只是一个按一下左边的蘑菇头可以跑。按住。我在跑的时候，我的裙子一直飘起来，是怎么回事？啊，你们这不太好看。内裤是黑色的，不好意思。这边都是安全，都没有人呢、欸。看来有人把他们吵死。这是敌人。哎，小心！可是会把其他哦，看到了。好大台。哎，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的中文配音就是你们配的吗？对，对，就是几个配音员们配的声音。哦，你们两位是配哪一个角色？点零的话在里面应该，因为他是要过关之后才会出现的。嗯 ，OK。那如果刚刚选到玩家一的话，应该就会听到我在里面叫来叫去。这也太耐了吧？哇，他可能有弱点之类的。那我要打他胯下。对，我也觉得弱点在胯下。他不是人吗？他身体鸟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他倒下来了。厉害厉害，跌倒了哦。居然地球防卫军还要打这种机器人哦，我以为都是打虫虫。宝石在哪里？地图的绿点。哦，这个宝石，这个宝石，我看到了。哇，这个上有个，这个就是他们说那个血盟反抗军会抢的东西。对。蓝色。哦，是过分的，不会自己打，好奇怪。要不要自己打？怎么样？再找一下下一个点。我现在造型是初音，我要用女生的声音讲话。留个宝石给我，拜托，等等我。这也不是你，感觉不是女生的声音，只是比较娇嗔的男性啊。这又是另外一个人设。去找一下，你、欸、前面有那种什么都没有怪物，应该就是这台吧？你们这也好 peace 哦。对，这边沙漠地区，这边很安全，连怪物都活不下去。哦、他等下就站起来，他就没那么难缠了。我觉得他会起来。将军，他打他！你们的速度好快，我都赶不上你们，在好远。蓝色是你的队友。对对对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周围的城市被封锁了，小心，别被他们包围了。哎呦，不错。哎，很快。哎，等一下。有了。突然什么？哦，后面来了，后面很多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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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多哎，哇哇哇，哦，都是大的，我觉得我的武器有点弱，只有机关枪，你真的可以换武器？有，哦，我有一个很大的东西，都不知道怎么，哎呀呀，子弹快打完了，哎，前面，前进，还有，哎，哎，在世界各地死了吗？不是吧？死了，还没，据说人类都被他们的热阳光束杀害了，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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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怪物好厉害，有点痛，哇，好多只哦。对啊，突然变多。嗯。你受伤了。啊，不行，不要打，不要打。我怕。哇。痛吧。哎。哎，又倒一台了。剩一台。
哔哔，哔哔，这锁定那眉头。对，我不知道我怎么用我的重金武器了，好像蛮痛的哦。厉害哦，他是帮你锁定、欸。倒地了，也倒了，好像蛮痛的。宝石，快捡！啊，对，别忘了有宝石。这个都要捡。哎、欸，进了为什么？都被拿成。各位，应该是一起的，任务达成嘞。机器人是照人类的样子设计的吗？飞利浦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开始倒数？机器人有两只脚，可能是在针对某种。哦，所以在进入这个剧情的部分了。我要，我们要去哪里？已经结束吧，等一等就好了。啊啊，下次。没事，紧张，欣赏一下。看着看着也蛮习惯我的壁虎一直跑出来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啊，有大绝哦！哦，哇、哦！这大绝怎么？这是哎，他冲出来，这是挂掉的声音吧？宋家 L 三，为什么叫一下有一只蚂蚁掉下来？这是我的绝招，这我可以骑蚂蚁，他这么厉害，骑蚂蚁这么酷，要不要玩？我不会玩，你试试看嘛。你可以试试看，我根本没办法移动。到处好好看，看这个跟你玩轮流。好好好，你们可以玩玩看别的装甲。我刚刚选的是那个烈行装甲，它有那个钩锁，它可以射出去，钩在那个建筑上或者是敌人身上都可以，可以快速移动。还不错，还算蛮敏捷的。我跟小孩住在防卫层级 B 的避难所，我还需要三个勋章才能把他们安置到 A 级去。对，可以换装备，这个基本上就可以弄这个前进掉了。用这两个，第一个装甲，装甲，看你要什么装甲。步兵装甲就是这两个，就很正常。然后它就是都比较中间一点，然后它就在地上跑，可是它可以 dash。那我飞的，飞的就是苍蝇。直接讲一下苍蝇，你是宝，你是因为我是那一台，对，这样我要不要换一下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好，交换一下，视野比较顺。好，等下任务要换成零六用。好，那不零六，这个应该，不然就也不用，不用按那个。你说我要怎么样？你要装扮呢？上面那一设定按叉叉那个。你们装扮成什么啦？这全真的超像女生的衣服啊！为什么？装扮在制定。制定，哇塞！好变态啊！容貌发型。为什么裤子穿裤子？哇塞！你在干嘛？哦，零六。这个任务是我们刚刚一级一级，这也太酷了！我们刚刚配音，我们刚刚配的就是这一关。对对对，对，大家好了吗？好，你先跳出去。啊，跳出去，好。对，好了。再按一个，好，初级准备。初级准备，然后安全。啊，这个选什么？好，要选 easy， 不然不是选 easy 吗？他们了不起我们。好吧。觉得 normal 就会死。我选 normal， 很难吗？差那么多，好像很难哦。刚刚一直感觉没有什么敌人，試試看。但我觉得我们上一关打的还蛮……很难的话，就跳出去再换 easy 就好了嘛，对不对 ？OK 了，我们有丰田。推给丰田，而且六趟都不打。我已经打上一关了哈，在那边轻松轮流哈，换就好是吗？我是也是哦，又不是说风凉话。然后来听一下刚刚职业的人，对啊，好想知道职业的，好想知道。黄蜂队长呼叫美孚，就是这里。对对对。肉眼无法看见雷神小队，但是雷达上有侦测到生命迹象。前方70公尺处有生命迹象，照体型来看，应该是一群人类。是失踪的雷神小队。哎，还蛮人性的哦。这是个帅帅的队长。跟我想象的不一样，超不一样，虽然很冷静。哎，怎么办？我的是剑呢。哇，这是什么啊？好烂哦，我的。我谁打我？谁在打我？哦，这里互打，要小心。等一下，怎么会我的？我就是为什么我有选剑呢？快去砍他！我可以剑美蛮厉害，可以远程攻击。哎，这是乌龟，打它不打那个亮亮的，它的头，它的头是弱点。有没有看到？哦，我是它的头，它的头。你被炸了，但你还活着。我要他们炸了。砍它。
砍他头！哇，还不止一只哎，糟糕！我觉得我在打吗？捅吧，捅吧，捅吧！按着不放就可以一直开一枪。按着不放。对对对对。看到。啊！你被踩扁了。哎呦！塔库玛倒下。塔库玛！塔库玛！不要！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不要！五。真的剑完全没有用，不要用剑，真的。我每次打。他有刀波可以射出去。哦呦！哎，还有大象吗？我怎么了？哎呦，你打开点攻击就还没。还没死哎，他打身体好像没有伤害。你更强，对，只有头。哦呦，这个对红点。哦，大炮。啊，给你找哦。对，这个比较有用，这个 OK。这是火箭炮。打下面干嘛？哎、欸，打掉了吗？来，小心，他会攻击。哎呦喂！哇塞，超级的，哇！等，建议撤退。建议撤退。哎、欸，我被抓住了。哦，飞上天了！你想说直接对着他打是不是？哇哇哇！又死了。啊！哇，飞了，飞起来啦！直接被夹扁呢、欸。我飞得好高、哦！你要去哪里？飞高高。这就是 normal 吗？哦、我的妈呀！圈圈呢？安全圈。哦，安全圈。啊、哎呦！交给你了。都是你啦！哎、欸，一出来就被踩死了。哦，所以已经没办法再复活了。哦。哦。这真的还蛮难的。怎么 normal 就那么难？对啊。是什么意思？不要散步，去帮忙。等一下，我到底在哪？终于打坏了，红色的打包一只。红色的，对，好，前直走。有不错哦。哎呦，来来，啊，任务失败。时间到了，差不多，可以了，可以够。失败了。我们调音你就好了。说法会讲话。啊，对啊，对。对，说法会讲。好难哦。对啊，原来 normal 这么难、欸，可是很有挑战性。没有，他应该会有装备嘛，你后面会打到比较好的装备，嗯、你再去打 normal 跟 hard 应该就会好一点。哦、嗯，可是我们这可能前面还比较，看一下，我不要喷射，我想要重型的。你要不要换那个剑？哇塞，剑可以这样，我真的恶心哎。不会啊，还有武器，特色，好怪哦、喔，金刚芭比。喷射飞，那我要换头发颜色，可以吗？打气，在上面，你还想加眼镜是不是啊，上面容貌，容貌，容貌，打色，哦，粉红，粉哦，就是最下面那个的啦，啊，有光头太好了，有你耶，耶，这个的啦，没有你，美丽，哎，它可以加胡须，哎呦，十岁。看到，你不换剑哦？有啊，我换成飞行兵，厉害！记得换成 easy 哦。对，换成 easy， 哎，你还是 normal 哎。easy 那边，帅。好，我来换，不好意思，全弄人物弄有点久。这是什么装备啊？重装，这样比较厉害。我比较喜欢重装的啊。重装大叔，可以，确定？可以，重装大叔万岁！哇，他你好突兀哦，好鲜艳，很帅吧？超突兀的，嗯。是人。就那个圆圆的红红的圆圆，那个不能打。那个是很娘秀的人。哦，我刚刚一直朝那边打。它的壳是里面就是有人质。哦。但是它的头是它的弱点，那边只能打头跟脚而已。所以我们刚刚都毛起来打人质，好爽。哇塞，我真的好奇怪啊！我们肉眼无法看清敌人行踪，但是雷达上有侦测到生命迹象。前方七十公里。哇，可是我的武器那个，比如说你们拿一支火箭筒，那我都会拿两支。哦。但是我装填也要比较久。移动比较慢。
对，移动也很慢。解开。你可以飞了。对啊。哎呦，对飞。左边，后面。这里。这边。看来雷神小队被那个侵略者挟持了。人质快出来！死掉了。人质爆掉了。人质爆掉了。前面不是说他们是人质吗？我没打他们，也全部一直爆掉，是怎么回事？这里来了一个。我突然出现了。我也是拿剑，我不是换掉了。我还是拿剑。你还是拿剑。啊！我不小心。哎呦喂！你在管的。哎，拜拜。好，OK。我们不是换 Easy 的吗？那么快就死掉了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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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没事没事。啊，破龟龟。有人被关在胶囊里，别攻击他们。闪开！瞄准他的头跟脚，阻止他前进。哎，哪一个是不能打的？头跟脚，那个圆圆的红色的那个不能打。好好好。蓝色的那些胶囊都是人。哦。对，把头跟脚就对了。啊！哦，打败了。不是啊，啊，上面的人呢？可以飞啊！哎呦，我看到又来了，行动很又来一群，好多次哦！来来来，哇哇哇哇哇！还有跳跃，会跳的蜘蛛啊！来来来来来来！哇，我的天哪！哇！哦，那很猛，太可怕了！小蜘蛛，天啊！请求支援，请求支援！哎，小蜘蛛走开！我小蜘蛛，小蜘蛛，小蜘蛛，你爪子，这很不灵敏。哇！人爆炸！爆了！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！哦，我这蜘蛛很厉害哦！有有有！蜘蛛走开！啊！开炸！下绝招！大绝大绝！啊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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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死了！大绝招怎么按？两颗两颗两颗蘑菇，两颗。哦好。冲过去直接放大绝！三大绝是？但你没抢到。手跳不过去！哇哇！我打了一排人类，不好意思哦。Oh my！ 好，我来啦！哎呦！哇！下地狱吧！好，哎，我正要放大就死了。哎，蜘蛛被身上人类已经死光了，没机会放大。哦，这一次，其实只有我们这边就浪费了三个生命。没事没事，哇，会挂，小事小事。哇，还有蜘蛛骑乘在乌龟身上，真的是合作无间哎。哇，那小蜘蛛一直过来哎。对呀，我都黏住了。它会喷那个。被蜘蛛炸死了！怎么复活？哦，没了，没了，只能没有命了。天哪，他那个哇，你死的也很难呢。我可以复活他们吗？那也直接马上复活阵亡的我方。哦，有了，哦，被救人哪里啊？这是这是这。我要死了啦！哎，是你嘞！可以复活他们吗？好，加油，就靠你了，地球！你好灵活啊！哎，又失败了。任务失败。好难呐！真的有点难。有点难。不容易，不容易。还有一个更难的。哦。好看一下。哦 ，boss 吗？因为这一关好像比较壮观一点，嗯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哎，真的不简单呢。我想说随便打一打就好了，还打到它的壳，它上面有一个那个，就是应该是人质哦，对，蓝色的，对你一开枪打到身体，那些马上就掉了，嗯，那可能是人质对你的信心值吧。他们在打我们，不要给他救了，受不了。应该杀太多，任务也会失败。没错，荒野决战。蛮多武器可以用，狙击步枪。
这个呢？火箭弹，好像蛮厉害。好凉。对吗？感觉头跟身体根本就不是一起的、啊。阿妈要上身，哎呦，头超大的、欸，好可怕。好可怕，还敢说啊？OK。Ready。每一次组合都很奇妙。对我颜值。啊，换你，换你。哦，好。打魔王，打魔王。所以死来一次，那个体力是不会那个回到原本的吗？体力的上限只会变少。哦。就你复活，越复活越弱。嗯，看起来真的不太像你跟你们同伴的、欸。哇，是什么、啊？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先来一发啊！这就是做装兵装甲吗？哎呀！你说这个脚打开？下面的最底下的脚，好。哦，一根一根来的。哦，打开的是这个游戏吗？哦，他们刚叫了一个他们的队呼，呼啊呼啊，对，哦，是你的声音，是所有人大家一起，对他们会欢呼声。哦，红色这个，哎呦，还放敌人出来，哎呦，啊，所以难怪要先。破坏你的部分哦，还有脚，不然那个机器人越来越多。这过水太小，这个。哇！他的脚下很危险，但攻击舱能追上他。我走的好慢啊，除非是重装。我真难呢，飞。他好巨大，我刀到了。哎，居然不痛哎！居然不痛！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是我的啊！刚刚是你的声音，不是，他是维多利亚。长官，他们用了新的装备。我们要破坏他，赶快破坏他那个脚上面红红的，对。哎，跌倒了，重装兵跌倒了，重装兵倒起不来哦，太重了。打个红色的，他就讲。哎呀，这是什么？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我们现在麻烦大了，现在麻烦大了。哇！这也太难了吧！上面，紫色，紫色的点也是弱点。正上方。关节处嘛，就是把螃蟹的脚拔下来的意思。哎，可恶哎！哦，好像有用。那可以放大决吗？哦，对，我要放大决。哇！大决是什么？来进地下的。那些是他放出来的士兵一直挡住我们的弹道。他有一个东西在退后是什么？退后。还有个 overdrive 一定要。哦，那应该是。哎，不要，他要关起来了。能量条。哦，他这个很麻烦呢。过热了，哦！之前都达到那个中敌人就会，他们会掉急救包啊那些，比较少哦，所以更难。三二一，你说大魔王吗？随便玩玩。是不是如果用按按下去我们吧，六个人一起玩就更好，用力按就比较简单，对吧？哦，这样就飞了。哪有？可他不能连续冲太多，会浪会耗消耗能量。对对对对对。他开始走太慢。打坏，又打坏，这样飞太重。哎，救救救啊！挂了一个。我被踩到了。救救救！
你再一直去。哎呦喂啊！被踢到，快爆炸了！快跑！他根本无法行动啊！现在。哦，毁掉一只脚了吗？好难哦！终于毁掉一只了吗？还是没有？有。你飞得好慢，怎么搞的？装备太重。又爆一个了。快了！好像剩，等我走到那里的时候都结束了。战争都结束。好远哦！现在有一名队友行动力非常缓慢，无法抵达战场。你按一下蘑菇，按一下蘑菇朝这里冲。莎莎是可以跳的。报告队长，我太重了，我走不动。怎么跳？跳叉叉。叉叉，哦，可以跳哦。对对对。哎，有人来找你。哎呀，谁呀？啊，谁？我已经走不动了，还要打？被攻击。太多只了吧，我的天。走不动啊，屁事。不要对空中打。在哪？我找不到我的。好像剩下一个小。对了。对了啊，你快死掉！我有赶快跑！快跑！打死他！哈哈哈哈哈！太难！我一个。如果送装备真的好慢哦，我天！如果还是体力很少，我觉得太难了，本来有点。快了！好像剩一个脚而已。啊！真的一点点而已。对啊。不要。哇！这样子冲过去，一下子就会死掉。你躲在山上偷偷射击。你这么远。哦。来吧。可以，可以哦。当狙击手就好了。来打！爆了！打完了。哇！好辛苦啊！还有，可能还打那么久还落去。这个的哦，卸脚的部分，大闸蟹，哇，很难呢。啊，这个、你们这些人类没那么容易的。我们可以看六探的画面。好，我觉得就差不多了，那意思。因为他卸脚不开，我也不能干嘛，我只能在下面发呆。有开了，开了，拿剪刀掰开就可以。开了。这个体力我没有用，交给你了。躲在山上狙击就好。到不了现场，身上火力很高。我火力很高，我也跑被打好不好？啊，谢谢大家。对啊，哇，还要撒花瓣。哇，哇，好难，好难。好，这游戏还是有它的难度在。对，基本上拿到更好的装备的话，应该会快比较好。而且多人一起玩应该会比较。对。好，我们要来公布一下今天的得奖观众的字卡。第一位是 YouTube 的 Jack Black， 在吗？我不用在，好，今天算你们幸运。下一位，恭喜。下一位是 Twitch 的 Eling GG Man， 恭喜。GG Man， 就两位嘛。好，那就恭喜以上两位啦。好，今天呢，感谢一凡跟李玲的陪我们一起玩，谢谢。希望之后还可以在更多的作品里面听到你们的声音，谢谢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玩的游戏就是《地球防卫军》的枪林弹雨。如果你们喜欢这种射击游戏的话，可以再去关注一下这个作品。今天就感谢大家收看 ，PlayStation，We All Play， 拜拜。是吗？我的时间吗？哦，来，悄悄话时间。最近比较少出现在网络 DNA， 请问丰田都在忙一些什么样的工作？有吗？是很久没有上吗？我不知道哎。还有那个鱼摆呀那些，就而且这个节目提早了嘛，8:30。对，今天也是很赶哎，很赶哎。哦，对耶。对，因为鱼摆是到7:00那样。就是很感恩，对。还有接下来就有那个舞台剧啊那些工作了，对。好，下一题，丰田今天试玩铁拳七，感觉玩得不错，对不对？头发是不是有去烫了新的心脏？对，我去烫头发，但是我自己很难弄，你知道吗？这边就一直飞起来，就是飞起来，你懂吗？就很难控制，其实烫了头发还是很难控制哦。对，你有发现？没错。
下一题，会感玩末日 Z 战这类型的 恐怖射击游戏吗？你说就像刚刚 那样子啊，僵尸的我敢啊，游戏的就 OK 啊，而且很爽的，一直狂杀僵尸。现实也没有僵尸可以。可以啦，可以啦，我觉得可以。好了吗？好。恭喜你们都了解了，丰田，下次见。